四妞妞，我今天的开箱是床，这是宝可梦的盒玩，它组合起来会变成一棵树，它们都很可爱哦，它们是可以躲在这里面，而且每一盒里面都会有一个小树的，这样一段一段，然后最后就可以把它变成这样，好看哦！我想要打开喽，这里有个胶带，我不想撕坏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开盒玩，今天就来开，打开喽。一共有八个，应该是大全套。那我跟妈妈一起开喽。妈妈来，你先选。里面是这样子的盒子，然后后面是这样子，是从这里这样子的。应该不太会开。哇，开了开了！我抽到皮卡丘，因为是盒玩，所以都会有口香糖。而且我们买的好像都是同一间，都是长一模一样的。这个是里面的说明纸，那做的很逼真呢。那个树里面这个纹路，我看好可爱哟。树可以打开，啊，好可怜，你不要去摔死。我觉得这个好可爱，这里有个小蜂蜜留下的。你是很像维尼熊，对哦。它每一个都有附这个树底，买一个的话也是可以有这个底座，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。哦，我是梦梦箱。我怎么都是抽到皮卡丘类的？丘，那里面是这样的，还有的也是来的，这是皮丘，可以。木木香睡觉觉，因为它是树洞，所以让你放进去之后，它这个上面再盖起来，然后再结。是这样子的。这样子，妈妈的木木香在这层喽。我的哇，拜拜。哇，我的好大一组啊！我这有两只宝可梦，我这组好复杂的感觉哦。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组好了，好可爱哟、哦。木木箱的顶楼有一个不安，我怕它会倒。那个树干都是平均的。来帮妈妈开，这个就是，洞是在脚比较难扣的感觉。这样子的完成喽，咚，最后两个。哇，树顶哎！我是抽到机器人，最后我要把它排的跟盒子一样，我觉得它这样有点奇怪，我要按照顺序的吧。我怎么又是抽到这种样组合的？这应该就是这样子而已吧，画着而已。可是我画很屌啊！转个方向，这样吧，这很可爱。我要放喽，最后一次。啊！排他们这个一样的顺序，那大家可不可以帮我下来一下？帮你们小心的下来。呜！小心，小心。好，这就是他们八只的奖项。每个树都会有一个这个底座，就算买一盒还是觉得很可爱。那把它们组合起来，按照盒子上面的顺序，红木木小，有啊，蜂蜜熊的，皮丘这样啊，皮丘在那么高不会怕高吗？会掉。我看他一直摔倒，最后。关起来，好了，那我们就得到很多的树根，下面还是黄色的，还可以让特效。我觉得超级可爱又超级高的一棵树，我是没有我喜欢的一笔，给大家看一下这棵树的样子。
下次我看到什么可爱的盒玩，我们就会把它介绍喽。嗯，这个应该是可以站在这了吧？拜拜，我们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我是 Eevee， 我是 Pikachu， 拜拜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还没有订阅 Nia TV 的人，拜托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Nia TV 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。Nia还有第二频道叫做Nia常识矿，这里可以订阅，这里锅里面可以看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拜拜。